放手吧，我冤枉。陆小青小姐你好，根据你昨天提供的线索呢，我们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调查。你好像不太信任我。我是没全部看清楚，但我确实看见撞人来着。那你有没有看见车型号还有车牌号？你可以听姐的话吗？那个肇事司机已经盯上你了。放手，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？到底约不约啊？那天我上车闻到了一种很奇怪的味道。这肯定跟之前的连环失踪案有关系。别紧张，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会害怕？我该往哪边走？我一定要把他人救出来。